好，我是小虾米，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机动战士高达铁血孤儿第一季中的巴布托斯 HF Resolution Model 第六形态了。一年之前呢，此系列的第四形态就以16000日元的定价已经让玩家叫苦连连了。除开售价问题，摇软掉件的情况也是频繁的发生，诸多的小毛病不断。虽然官图表示啊，第六形态对骨架做了一些改良，不过以虾米实际的把玩体验，大部分骨架都是使用了第四形态，联动液压管形成问题呢也没有得到改善，可谓是放弃了治疗，板件上也有偷工减料，毫无诚意。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本期虾米测，详细看看此款对比第四形态有哪些不足和改进吧。首先呢是外包装，依然沿用了第四形态的风格设计，正面是骨架状态和全装备状态站立时的 pose 实拍，与第四形态风格基本一样，有些千篇一律，缺乏个性。在内容方面，除开成品骨架外，可以明显感受到板件变多了，虾米就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给大家简单展示。这一块白色外甲并没有像第四形态一样事先喷涂好了珠光漆面，而是采用了类似 MB 一端外甲那种聚碳酸酯材料，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油光漆面，但实际只是原生的材料颜色，就视觉效果来说低了一个档次。这多色分件板件也是一样，虽然光泽度不错，但果霜的颜色使它看起来塑料质感更强烈了。要知道第四形态下可是有电镀涂装的，效果不知道比这个高到哪里去了。此次的电镀板件只有一块，就是这个金色的天线了，保持了一贯的水准，亮闪闪的效果在光照下很是漂亮。灰色外甲也没有喷涂处理，不过消光的效果很是不错，塑料质感也不是这么强烈了。这里与第四形态的板件是一样的，新增加的武器板件为浅蓝色，没有涂装，整体略微有些水纹，看起来不是很明整。其余部分就是外甲舞台刀板件了，这一块在第四形态是有金属涂装的，而这就偷懒了，可见其诚意。黑色板件和以往一样，水纹的情况依然非常明显。半金属骨架高约19厘米，重量约为132克，如此吝啬的合金使用量当然不能与 MB 相比了，只有在头部天线、肩甲、四肢关节、膝盖脚掌、腋下杆处使用了合金材料。主体部分与第四形态的巴布托斯是基本一样，没有结构上的改进，唯一不同的就是脚掌变大了，这也是因为脚部外甲穿戴的需要。金属骨架的各种细节与液压管的联动效果很赞，想详细了解骨架细节的同学可以观看我们的虾米大魔王第四期的视频，还有与 TV 版巴巴托斯骨架的对比哦。哦对了，还有小剧场。纯骨架在可动性方面的表现很不错，不过在装备外甲后肯定就没有这么好的可动性了，肩部的设计比较失败，前端用塑料链条来约束可动范围，来保证金属液压管不会超出行程导致脱落，手臂前台、侧台、旋转的可动完全是靠着肩部这个圆形关节来实现的，手指的弯曲有150度左右，手腕是一个球形关节，来和大家摆摆手。目前来说骨架的腰部还算不错，不再是软腰托斯了，就旋转的范围比较小，不是很理想，前后倒是非常不错，但还是很担心摆弄多了还是会松掉。在没有装备外甲的时候，腿部侧抬90度没问题，腿部关节非常紧实，可以保持水平稳定，腿部前踢也可以做到90度，膝盖可以弯曲120度，腿部后抬就比较小了，也就这个样子了。后面不可动的裙甲很影响可动，脚部坚定性很好，左右摆动也有不少范围，脚部由于外甲需要做了修改，先不要觉得太大脚掌，其实这个地方在装完外甲后是一个踮起脚尖的造型，所以并不会觉得过大。拼装完之后高度为21厘米，对比前款第四形态高出了不少，因为脚部采用了一个增高鞋的设计，所以本体并没有变大，重量稍有增加，拿在手中的手感不错。拼装时间大概3个小时，大部分零件采用了隐藏式水口，所以在水口处理上省去了很多时间，多种分色让机体细节层次感十足，周身造型明显变得更加锐利，
外甲的间隙露出的骨架泪沟显得机械美感十足。组合度方面嘛，较为一般，很多连键卡栓不是特别紧，尖尖的卡槽设计也比较偷懒，容易脱落。外形对比第四形态还是要看个人的喜好，而在上色效果上并不如第四形态好看，漆面质感是有差距的，尤其是在蓝色和红色的电镀部分相差甚远，有些原来有金属涂装的板件也被省略成了塑料色了，这一点也是虾米特别不满意的地方。外甲吊件对比第四形态来说稍微有一点点好转，在实际的把玩中体验感受仍然不如 TV 产品。天线、肩甲、腋下的甲片非常容易脱落，而且极其难装，所以把玩是不可能的，只能在熬好造型后展示了。新贵零件基本只有追加装备，主体大部分用了第四形态，但是并没有附属第四形态的一些零件，导致无法还原第四形态，倒是可以还原部分第五形态陆地战斗样式，这一点嘛还算是比较良心吧。下面就是从第五陆战形态转变成第六形态了，胸前有一整块外甲可以直接扣在上面，将原来的肩甲先拆下来，这个新的肩甲是采用从上端扣下来的方式连接，和之前的侧面安装不一样，这种连接方式导致肩甲的链接非常松，上单手臂时经常掉下来。裙甲的安装非常简单，只需要将圆心的拆下来，然后对准圆孔将第六形态的装备裙甲安装上去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来看看第六形态的可动性吧。首先嘛，还是头部肩甲是有可以爆开的设定，在一些大张力 pose 下不会影响手臂可动，手臂上端这个圆形的关节和骨架状态时是一样的，外甲没有对其可动造成多大影响，无论是旋转还是折肘弯曲都有不错的活动范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手型是新规零件，一个半伸展的状态，腰部各个方向的可动和骨架一样没有太大变化，在全副武装后依然可以保持腰身稳定，腿部侧抬仍然可以做到90度，装备外甲后也可以保持水平稳定，腿部前踢也可以做到90度，膝盖也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可以弯曲120度，腿部后抬仍然比较少，让人不是特别的满意。腰间这个裙甲是有多段式的连接的，可动范围非常不错，前后方向可以随便摆弄，脚部的装甲并没有影响接地和左右转动，这个造型嘛实在太像高跟鞋了，装在高达身上还是有点难以接受。可以看到脚底是一个巨大的鞋跟，外加一个垫起脚尖的骨架造型，这把武器非常巨大，还原度也不错，上面增加许多刻鞋细节，遗憾的是内部灰色分件并没有预制金属涂装，效果很差，和一般拼装产品并无区别，前端可以张开，有一些细微的联动设计，像一个恐龙嘴巴似的啊呜。总的来说呢，本款巴巴托斯 HR Resolution Model 第六形态有着自己独特的优点，多样的分色设计，十足的泪沟细节，方便处理的隐藏水狗，锐利帅气的造型设计，在宿主状态下显得非常漂亮，可谓是宿主党的福音。骨架对比第四形态来说牢固程度有所提高，不过还没有达到让人满意的地步，压杆掉落的缺点也没有得到改进，要么就是撑衣不足偷懒不改，要么就是已经放弃治疗没得改了。猜想下一款产品的骨架必定还会保留这种设定，真的是好坑爹。而且对比前一款的骨架来说，脚部有所改动，所以并不能与前款外甲通用。之前还在猜想 HR Resolution Model 系列会不会以一个骨架搭配不同形态的外甲配件，这种大胆的设计看来是不可能了。在板件的处理上有所退步，应该喷镀的板件全都被新材料取代，电镀板件也是一样，软光还算不错，近看可以看到各种模具上打磨痕迹和战损的划痕，偷懒和节约成本的情况太严重了，猜测这种新材料的板件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被运用到什么特别限定版的拼装中了。虾米还是喜欢喷涂和电镀处理，耐久度和表现效果要比这种材料好上很多。最后嘛，就是总体定价略高，性价比较低，如果全板件与骨架都有喷涂处理还是可以接受的，就目前1000RMB入手的价格那简直就是抢劫，相信势必会和前一款第四形态一样掉到700左右，大家不妨再观望一阵子，看清形势再入手。
小剧场是不可能拍了，拍了又没有什么人来看，老老实实做评测多好，又不会拖更，我超喜欢做评测的。那么下一期呢，为大家带来铁血的孤儿巴布托斯 TV 版与 HG 帝王形态评测哦。当然嘛，就是不要吐槽水口了，那是评测需要，绝对不是偷懒哦。节目的最后，欢迎大家关注新浪微博虾米大魔王，获取节目最新动态，同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交流探讨，分享我们对魔丸的爱和获得的快乐。同时也感谢以上合作伙伴对节目的支持，大家的支持与回复一直是虾米大魔王前进的动力，虾米以后也会继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好的节目品质。最后祝大家生活幸福常伴，开心相随，我们下周再见。